敏杜莉台风带来的豪雨重创台湾，从台中南投到云林嘉义，甚至是南台湾的高雄屏东，从山区的土石洪流到沿海的积水不退，台湾岛再次沉沦在洪灾中。我们的岛记者在风灾之后兵分三路，分别前往台中、南投、嘉义，深入观察灾害的原因，揭发种种荒谬的现象。台中县新社乡是农委会重点辅导的休闲农业区，乡内80%以上的面积属于山坡地，大甲溪的支流蜿蜒而过。由于境内有好山好水，近年来吸引将近50家的观光业者进驻，而地方政府也有意将新社乡规划为大台中地区的后花园，积极推动观光发展。7月2日，敏杜莉台风带来的豪雨，让新社乡的好山好水在一夕之间变色。下面中间那里，槟榔摊那家。嗯，我先你们说要看，现在趁还看得到，先带你上看嘛。嗯，那像这边的话，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是第几次了？很少呢，好像87水灾还没有那么严重，这次最严重。虽然住在这边很久的啊，老人家就说这次最严重，所以三十多年来都没有碰到这么大的。7月3日，洪水冲毁路基，冲过堤防，冲入民宅。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新社乡中和村变成了水乡泽国。市居中和村的居民说，以前也有台风、豪雨、山洪，但是自有记忆以来，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。为什么这一次灾情会如此惨重？答案就在河中央。这个地方你看多么大。那上面也是那么窄，那马路把那道路把它做太大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路之前是溪啊，是溪流。大甲溪的支流抽藤坑溪，蜿蜒的流过新社乡中和村。这条自然的野溪鱼虾丰富，是村民护溪的成果。但是台中县政府为了引进观光客，在抽藤坑溪的中央新建道路，占据了1/2以上的河道。原来的堤防灾难，你看那个水路到底就是，你可以一看就知道那个缩小多少。哦，那个地方最小的地方缩小到变成水道变成三分之一。这个山如果塌下来的话，整个都变成淹水了，那整个村庄都会被埋没掉了。没有坐这条马路就没关系了。坐这条马路的关系，真的是这条马路的关系。这个坐一半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哦，当初怎么会在这条溪水区中间盖这条路呢？不晓得，这921重建的在搞的。这条路盖多久了？今年刚就分三段啊，他也不一次做成啊，三次发包啊。三次啊？做三次发包，对对对，一站俩三拜，发包三拜。
还佫发包无刷。嘿，佫发包无刷，袂再讲啥物，讲又佫断伊安尼。事实上，921地震发生时，中和村并没有这条道路。与其说是重建，不如说是新建。在河道中央新建道路，不是政府在抽藤坑溪唯一的建设。另一项建设就是位在村落旁的清水公园。同样是为了吸引观光客，台中县政府向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申请921重建经费，耗资3000万批建了这清水公园。而上个月才落成的清水公园，在敏杜利台风过后，只剩下土石夹带着断壁残垣，突兀地矗立在河道中央。它清水公园也是错误，它那个原来它阻挡那个流水啊，它那个本来那个河流就是不能做那个什么游乐设施，然后是什么这样做的话，那也是阻挡水流啊，那也是错误，大的错误，根本就没有人在那边玩，就是假日就是一点点这样。7月7日，水保局的官员到现场勘查。水保局的官员向居民表示，之前的堤防是根据50年洪水频率设计，所以无法阻挡这次的暴雨。水土保持局的官员指出，是因为附近的居民不愿释出土地，才会在河道内新建道路，未来还是会重建这条道路与清水公园。我们的预定计划就是说的话，就是现在分期的话，把这个地区整个的话把它建构成一个富丽农村的话，能够把它绿美化，把它做好。那么又要做好，留一些他们本身能够做这个卖场啊，然后那的话呢，就这个人潮，这抽藤坑溪很漂亮的溪嘛，很漂亮的溪。如果说我们好好去把它建设的话，像现在平常假日的话就很多人。如果说我们把它建构好的话，这边你大概礼拜六、礼拜天可能都3万人进来做兵。对于中和村观光产业的推动，政府官员显得相当乐观，但是也有居民感到忧心甚至无奈。当初我们来的时候，来这里住了2-3年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这里要盖，大家要盖章啊，要做什么那个农业休闲区。”当时我就说：“这里是半给晒五年生给农博。”当时我就这样讲，没有办法，大家都这样，大家都认为是很好，那没有办法。灾害过后，对于侵占河川地的不当建设，中和村村民人人心知肚明，但是又怕得罪地方人士而敢怒不敢言。林先生是少数敢直言反对的人，却也因此遭到恐吓。因为以前我他们添堵，我去把他阻挡，他们被他们恐吓，说要跟我没完没了，所以我后来就怕了，以后我就搬走了，不敢再住在这里。被谁恐吓？他们在土的。在土的人。在土来这里填的人的，那个。所以你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？搬到那个桃园。那现在回来这边看到这样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心情就是非常。非常非常，就快要发怒了，已经发怒了，这太不像样了啦。新社乡的荒谬现象还不仅于此，行经山间小径，到处是被砍伐过、
连根被焚烧的树头，而砍伐大树的竟是新社乡公所。就是新政院推出一乡一特色计划之后啊，那新社乡公所就把这些本来长了很多很大的树木啊哈，把它全部砍掉。那么砍掉之后，唯恐啊到春风吹又生啊哈，就把这些树皮啊哈，还用油烧掉，啊各位可以看到痕迹。那么烧完之后，种樱花。大雨之后，被砍伐后的山坡地处处崩塌，刚种下的樱花树苗随土石而下，路面仿佛成了泥流瀑布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是因为它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坡面嘛，哈，所以这个是很不稳定的地方嘛。那么像这样把这些大树都砍掉之后，哈，像这些樱花，那么樱花水本身的水土保存能力也不好，哈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土保持不好之后，那么这次下了大雨之后，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这样崩掉的，哈，尤其是那个地方，因为没有根部啊，哈，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石沟啊，哈。那么这个水土破坏实在是很严重的，所以政府应该好好检讨，以新社这个地方啊哈，为因鉴哈，应该要警告各地方县市政府，不应该再这种事情重复发生了。政府一乡一特色的美意，落实在新社乡却走了样。当初要将新社美化为樱花乡的美梦，经过这场豪雨，却使新社乡成了泥流乡。他们在砍的过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有注意了。那我们只是口头电话上面跟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要做砍树？”那你要砍的之前要先做一个说明会，那回来的消息就说，哎，我们都有做啊，我们都有跟代表们说啊，什么什么都有开会。大雨冲刷出的种种荒谬，真是前灾泛滥导致水灾泛滥，而这样的现象绝不只是新社乡独有。台中县潭子乡位于汉溪河床上刚完工的人工湿地，在洪水过后被冲得无影无踪。另外，在台中县东势镇位于断层带上才完工不久的水泥堤防，也如同饼干一般整片滑落下来。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工程的时候，哈，碰到地震的时候，因为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这个土壤经过松动之后啊，哈，所以它不稳定。那么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工事，不管是做这个边坡崩塌地的工事啊，或是做这些啊堤防啊河川的工事啊，哈，事实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常常被忽略，就是它地本身稳不稳。假若不稳的话，哈，你做什么公司大概都没用，哈。那么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花了很多钱呢，做这些公司啊，到头来都还是白忙一场。在历经赫伯台风、921地震与桃枝台风之后，尊重自然早已成为主流意识，永续经营也成了政治正确的口号。然而，在实际的执行面上，却处处可见冲突与荒唐。在一次次的风灾、土石流之后，我们不断地追究原因，希望证明这是自然环境的脆弱，加上百年不遇的天灾。其实，真正脆弱的恐怕是乡愿媚俗的地方政治和无法自拔的利益追逐。